嗱，各位主內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！即係終於咧，我哋等到有機會領洗嘅日子，係嘛？希望一切順利，五月尾見大家。嗱，喺個過程裏邊咧，大家都忍耐，我哋繼續努力咧，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咧，盡好呢份愛德嘅功夫。嗱，喺呢個疫情挑戰之下咧，我哋做一個好嘅市民，係嘛？咁啊，今日嘅福音係講厄瑪烏門徒咧同耶穌相遇嘅經驗。神父都衷心祝福你哋，你哋嘅家庭咧都好似厄瑪烏門徒一樣咧，係能夠請到耶穌嚟你屋企，同你講聖經，同你舉行彌撒。咁呢個係神父咧對你哋最大嘅祝福同埋支持。嗱，我哋大家一齊小心 ，stay healthy 嚇，大家一齊努力咧，好咁準備自己咧，我哋會好快就喺聖堂裏邊咧，我哋接受入門聖事，成為咧主耶穌嘅係嘛？就是天父的儿女和主耶稣的弟弟妹妹。这里有一只碟，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是我进度四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一位好同学阿 Bear 跟我们拍摄，我其实已经准备了很多领洗的时候送给大家，不过等一下有一个月，等一下有一个月， anyway 五月见大家，天主保佑，拜拜。